下，我是指张定波先生为例吼。先生是一个大画家，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当中，伊是担任着和平谈判的代表，吼、哦，为了家己市民的生命、财产的安全，因八个人在1947年的3月10日，因八个人去家己机场去和平谈判，但是因伫机场的外口。就是去予国民党个兵啊，甲宪兵用枪手枪绑伫后壁，用衫盖兵压入去机场内底。吼、哦，伊是予兵啊，兵啊甲宪兵哦。但是我伫你研究伊个事件诶，官方个档案咧，但正好宪兵对号伊个队名，队名竟然是斜坡宪兵小队，就是伊去压兵宪兵。伊是叫宪兵阿倒去袂，啊！但是资料带出来是算讲，伊去压迫宪兵，这都是嘞吼。佮国史馆的迄个情报局吼，来按一个罪名，就是讲参加暴动，严重传播危机啦吼。作战不为止，3月5日违法建国吼。过来按国家安全局个可疑罪名是。组织流氓及学生违抗国军，吼、哦！这种的，就是算讲人，都已经去互你裁去啊，吼、哦！人去了裁了后，你要按罪名过来挂哦，过来罗织罪名，吼、哦！如此的不公不义，叫阮二八的受难家属及台湾人民如何放下？